来用他两位圣经，这两位圣经第一位是伫创世纪第一章，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，我来念，请大家来听。上帝讲，咱着做人，亲像咱的相，照咱的看，为管理海面的鱼、水里的鸟、甲精神、甲全地，以及地上的所有的生活。上帝就创造人，亲像伊家己的相，照上帝的相创造伊，创造因男的、女的。上帝赐福因，上帝佫对因讲，着生产真多，充满伫地球，来牵引伊，也着治理海里的鱼、天里的鸟，甲地球一切所震动的画面。第二位圣经是伫新约《路加福音》第十二章。《路加福音》第十二章第四十二节到四十三节，主讲什么人是尽忠义贤的管家，主人所要设立来管理伊家内的人，就是我比牛给因啦。伊的主人来，看见伊安尼行，迄个萝卜就有福气。看见伊安尼行，迄个萝卜就有福气。以上，结束了。